欢迎来到魔术玩家，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性的魔术频道。现在呢，又到了我们这个开箱有奖征答送脑里，那不是要开箱，是要抽奖，要抽奖。哎，杯子在这里，抽奖。那有两个奖项，一个是爆笑长牌，一个是刘谦的书败给魔术。那先抽哪一个？都可以。都可以啊，好吧，那就爆笑长牌啊。这两个呢，都是3月4号昨天要开的啊，因为昨天呢有一些事情，所以呢就昨天没有开，就延到今天啊。好。爆笑长牌呢，我们预定抽3个名额，好，3个，那可是只有13个的。我们留言呢，可以15个哈，15个里面抽3个，但是只有13个人来留言，看一下，13个，都是老面孔，哎，这个99又出现了，有一阵子没出现了，啊，有一阵子没出现了，哎，突然又出现了，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抽那个爆笑长牌，那效果呢，我就不用再表演了，因为效果呢，之前已经表演过了，如果不知道效果的话，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。那开箱呢，在播放列表呢有特别呢，就是把它归列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参加抽奖呢，你就去播放列表那边呢看一下我的播放列表啊，不要去别人那边看不到，我知道吧？对不对哈？好，这个魔术玩家，好，这个搜寻一下，然后播放列表的话，标题是那个。开箱送好礼，开箱送好礼。那有些奖项还没开啊，你如果要参加抽奖，你可以去那边留言，这都免费的哈。好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按赞数，按赞如果超过15个，我们会再加送。问题是都没有超过15个，光留言都没有15个，按赞数应该也没有15个。其实也不一定啊，因为有时候按赞他也没有想要参加抽奖，他只是按个赞而已啊，所以这个也其实也不一定。好，那抽3个吧。三，好，就恭喜这3位了。要打开啊，没看名字哪知道是谁啊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说9999，没作弊哦，没作弊啊、哦。哎，很久没出现了，突然出现又中了。哎，陈建新啊，这老面孔啊，然后都是这几个人在拿，干脆看他们要什么就送给他们就好了，不用再抽了吧。那不好玩啊！不是啊，就这几个人而已啊。有了，多了一个，那 这两个都好吧，都这几个人在抽而已啊。干脆哦，看我们这有什么东西，他们想要的就直接讲一讲，我就全部包一包寄给他们就好了，不要再抽了。抽还不是这几个人在抽而已。啊，就是要有乐趣呀、啊！刚刚3位已经抽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抽这个刘谦的书。刘谦的书，刘谦的书更少，12个。我现在发现呢，他们可能是真的不知道说有我们有在抽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他只是刚好上来看，然后看到。哎，
看到爆笑长板他就去爆笑长板，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有好几个奖项，那个免费的礼物哈，不是奖项啊，免费的礼物。哎、欸，这个打叉叉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改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去改，因为他们答错了，答案啦，答案写错了啦。后来我给他打叉叉。对啊，那不行。好、哦，其实我有提醒他们呐、啊，说答案写错了。好、哦，他写成什么呢？黑桃死，这个不是黑桃死啊，这个刘谦这个好像是什么答案，我忘记了。那这个他两个都写黑桃死，这边留言也写黑桃死，这边留言也写黑桃死。他弄错了啦，这两个没有啊。好。那就剩下几个不知道，刚刚十三个嘛，刚刚十四个，哦，二四六八十，剩十个就对了。好、哦哦，那我们现在要抽的是这一本刘谦的书，定价200。刘谦的书也算是国际有名的魔术师哎，对不对？这书也是很有内容的。好了哈。好了，就折起来。这个是那个屏东的那个，上次我们去那个屏东救国团，跟我们买扑克牌的那一个。哦。嗯、因为他的名字很好记啊，秋皮、嗯。好，那再讲一次啊哈，你来留言的时候呢，参加抽奖对不对？顺便按个赞。因为呢，这个按赞数超过15个，不是超过15个，满15个，我们就会再加送一个礼物、哦、加送一个道具赠送、嗯。所以呢，你留言顺便按个赞，也许还可以多一个奖项出来，免费的抽奖、嗯。答案写错了，他写成。这边黑桃死，这边也黑桃死。这边的答案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好，刘谦的书，刘谦的书我有好多本，送到现在还在送。来抽一根吧。怎么办？刚刚是不是有他、啊？没错，没错，陈建新，恭喜你获得刘谦的书，就你们这几个人啊，不是他就是他、啊，真是，我看这几个人干脆要什么我就直接打包寄给他，叫他不要再来抽了。好了，开玩笑的。啊，看一下的，可以来抽啦，好不好？人多一点比较好玩嘛。好，那，这是谁啊？到底有没有在？陈建新啊？刘谦的书。好，今天呢就开这两个奖项，然后呢，插播一个小广告啊。我们这个高雄市魔术协会呢，3月23日呢要举办这个会员大会，啊，这个会员大会呢。如果你对这个，应该不是说对魔术有兴趣吧？反正就对魔术有兴趣了、啊。对魔术有兴趣，又想做公益吧？做公益啊，好啦，我们有另外一个宗旨哈、哦，是服务社会的那个哦，义演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我们去赞助。出钱出力的吗？好像我们很少出钱了，大部分都出力而已。出力啊、哦、好啦，反正你对协会有兴趣呢，想要来了解的呢、哦、这个可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有空呢，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会员大会，3月23日。不过、哦、我们这个是高雄市魔术协会，所以呢你要入会呢，基本上是要高雄市啊，满20岁，如果外县市也可以啊，
外县市入会就是变成我们的赞助会员，你要赞助我们非常欢迎，因为我们也需要一点经费。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如果有兴趣呢，这个对学会呢有想要多了解也可以问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啊，再见。